大家又继续最终红啦！上次讲到咧，打赢咗呢一个劲敌之后咧，我冇 save 到，原来。好啦，我哋继续剧情啦。上次讲到咧，打完呢个劲敌之后咧，就应该系向左边定还是向右边行翻去啊？应该系攞呢个热茶先嘅，热茶呢度拎咧，系咪喺呢个大厦度啊？啊，唔系、哦，佢应该个大厦可以拎热茶，系咪呢个？系啊，呢个咩嚟噶 ？TM80唔知咩嚟啊？热茶好，攞咗热茶咧，我哋就可以过呢度啦。呢个系咪二色招式啊？呢个 ，OK。第四个呢个第三啊，第三个第四个道馆，第四个道馆啊，40咧，而我身上系76咧最高，真系黐线。好得，搞掂。二色呢招二色虫，唉，虫啊唔啱啦，如果系草咪好咯。如果草嘅话，我哋可以俾呢一个嘅乐天寒龙用啦，但系可惜唔得。好，之后咧我哋就向右手边方向行啦。嗰个唔知咩道具，俾个查佢。好，系咪呢度啊？应该系呢度啦，但系佢哋应该喺大厦入面回去先。但系个大厦好似顶住咗个门口，佢系保安嚟嘅，佢就话呢个咧僆仔唔可以进入。OK。咁系咪去呢度先啊？格斗系 ，OK， 冰勾，跟住直接用咩架水？好秒杀，水技，哇！一发秒咗，唔紧要，我哋有格重喺度。好，其实真系秒住过，如果用格斗嗰只雀仔就系、是、啊，唔记得咗翻嚟回血，因为呢度咧要俾你哋吸惊啊！喂，哇！你打飞行系格斗系就可以用飞行秒住过啦，几好啊！呢种感觉几好，几爽快。呢啲先系正常嘅 Pokemon game 嚟噶嘛。好，咁我哋打格斗系先啦。虽然唔知系咪呢个剧情，但我哋都照打咗先。大王燕摆头，好，我要打双打喺度，俾佢望到啊。神鸟呢个之后 fing out 左手边，好，搞掂。Mega 進化呢啲有呢招 ，OK， 咦佢仲有啊？呢度攞个二色招式，普通技嘅160攻，之后再用吸收，哎得啦，秒杀！呢度换一换先，费事死喺度吸收，近身拳击好，啱啊啱啊。扣晒防御，跟住就可以用钢掌收佢档，搞掂完胜，简直好。最后一个呢一、這个系咩格斗王啊？哇，系应该一发秒呢只，哎争啲啊，哎咁啊蚀咗啲经俾佢啦，但唔紧要啊。好，下一只系真男人啊，真系哇超痛，超痛佢嗰招格斗，即刻 fing out 先。哎，咁我哋俾洛斯王胜利 ，very good 啊。后面应该是格斗系的精灵嚟嘅，但系其实要不要都冇乜所谓啦。系咪呢个道馆啊？定唔系啊？呢个系咩城市啊？好似系呢度噶，我记得。唔系呢度咩？我哋而家攞咗呢个镜，系咪要去系咪要去紫渊塔嗰度揾翻富士老人先啊？因为呢一度系要揾富士老人噶嘛。但我唔记得系咪啊？好，唔紧要，我哋先上去富士老人嗰个塔度先。上次我哋打过嘅，咁就唔需要打啦。不过咧要再用喷雾上翻去啦。好，嚟到塔顶啦，试一试个镜系咪咁用先。唔系，我都唔系咁用噶，打唔到佢。好，我哋向住呢个卡比兽方向行先。有个极巨洞喺度，有黑带喺度。呢度系咪有个飞天可以用啊？系啊，飞天 HM02， 跟呢个咧。Mega 石大髀会 Mega 石呢个系呢度咧火珠喎、哦，呢、這个唔知咩玉5000蚊咩噶我粒呢、這个胆怯球喎、啊、呢、這个唔知咩嚟，唔知有咩用啊？应该系话喺呢度系可以出色位啊！好嚟个普通 set 打落只狗尾度，之后呢度用 double tick 打狗尾 ，OK， 哇就死。現反再用 double tick， 我打唔中啱啱。
OK， 依家要去边我真系唔知喎。我啱啱醒起咧，系咪应该要落呢个地洞度啊？我好似系喎 ，OK， 记得啦。好，普通机，普通石秒你啦，跟住降掌，再用飞行嘅，搞掂啦。好，搞掂啦 ，Discover， 好，准备落去打呢一个板木啊，好。 Stop right there， 企喺嗰度。哇，唔係話，又係佢三個喎。好，我哋打佢三個啦。火箭兵團呢度嘅話呢，讀超壞星呢，我哋就用二星技啦打佢啦。而呢個火系呢，其實都應該要走噶啦。我哋換隻鋼雀出嚟。OK， 哇，超痛！跟住用飛人技破咗迷二 Q 嘅盾先，之後我哋磨，或者用鋼翼打。OK。 咁呢个时候再用飞人技打呢度就换，使唔使换呢？换一换啦，换呢只超能睇出嚟。佢用咩技啊？毒技啊？咩技啊？水技得。哇，喺好呢度用神鸟打落大石花度，之后超能力打左手边。OK， 自杀流。下个呢度用火柱。 火珠用火球超能力就打落，打一劈打死阿帕蛇先，阿帕怪，阿帕怪因为个伤害都几高啊，可以杀得死我一下，佢劲喎，咁劲嘅定佢改弱咗啊？点解佢咁废嘅咩？佢啲精灵咁轻易打赢嘅？佢就话咧以光速嘅速度咧起飞咗，向住呢个奔向呢一个光芒度，即系好似太阳咁样啦吓，即系譬如。 好似动画入面咧，咪飞直接飞走咗嘅，向住太阳嗰个方向，系啦，呢个嘅说话就系咁嘅意思啦。好，呢个时候咧就落去继续打呢一个嘅地下洞啊嘛。打完呢个地下洞唔知要几多呢？我咧应该要超高呢。哦，冚都唔死啊！黐线缓重降重，跟住再用啄啄佢，再啄佢，哇，75呢啦！ 我哋降海啊，75呢，会高得滞喺度。好，嚟啦！火柱我都见到好似80呢喎，系嘛？黐线嘅真系，真系，唔系差九嘅，未到80，即将到80啊，系啦，都差唔多噶啦。嚟啦，我哋继续打埋呢一个嘅训练家啦。哇，竟然惊啊！佢用呢个空切啊，用空切打咗咁多都几犀利。Bob Man，玩下啲咁嘅自杀流啊！呢度我哋用招呢招先，再用呢招。OK， 打死，跟住火柱，火技，好啊！ 啲火爆得咁少咁少血嘅，唔系咁少惊嘅，好似冇升过咁，定系冇开啊？学习装置。Is Tom？ 哦，唔系啊，有开噶，佢本身有开嘅呢个装置，但唔知点解就系啲经验好少。月石呢冇乜用啦，呢个咧，呢个都系 mega 石嚟嘅，但我唔知边只 mega 啦，因为我冇睇到英文，但我相信应该我身上冇嘅，系啦，因为我身上一只 mega 进化精灵都冇。 我去下呢边啦，依家应该系攞锁匙卡啊嘛，系嘛？好，我呢只啊，近身拳击啦，哇！打唔系我用错技，呢招先系近身拳击。水系啦吓，哇！喺竟然换呢啲咁嘅嘢，水技，再水啊！佢同我同名啊嘛，唔记得咗，咁样太快，唔记得咗佢同名紧。 O.K. 大口福杀呢只 double tick， 好80呢啦，真系火柱80呢啦，呢度啊二色嘅不易打，好双重踢火球呢度啊双重踢犀利，好跟住就可以上翻去啦。 上翻回血先，好，然之后咧，我哋就落到最低，落到最低打埋啲训练家先。神雷啊，用料啊，呢只啊，呢只雷或者超能力，你超能力啊，超能力，哦，俾人秒咗，咁样我哋用呢只二set技，得啦，搞掂，下个呢度冇得打喎。
呢度过去，跟住执呢个，跟住上翻去，过呢度，再过呢度，跟住应该呢度系啦，啱啊 ，OK， 双打啊，好冇问题。呢度先用飞行剑打死啲蘑菇先，呢度再带只对面系咩系？妖精啊，妖精或者普通系，但云燕咧冇得拣。 冇乜嘢啊，和稀奇。OK， 冇问题。呢度用降翼打落去，之后呢度用二色技打呢只犬度。好得。对面用咗预知未来，应该系。咁呢度双飞行啦。啊，用错技，有只用咗降翼，应该用飞行技。飞行技痛啲，得搞掂。好，呢度又系呢黑色眼镜，呢个咩嚟噶？道具。 我哋锁匙卡系咪呢个啊？你系咪锁匙卡？飞行技打呢一个格斗打左边，好秒咗。呢只用降技同埋格斗技，搞掂啦。仲有冇？冇啦。ID 卡好，攞咗 ID 卡之后咧，我哋就可以打呢一个板木啦。但系相信咧，打板木之前咧，应该系要打两个兵仔嘅。咁我哋要翻翻去升一升咧，翻翻去回一回血先。B4F。 咩喺度？有啲咁嘅地方嘅原来啊喺度啦 ，OK， 呢个有机会系双打，亦都有机会系单打。我哋喺度 save 个符先。嚟啦，试一试啦。我明，我知道你啊，我哋曾经咧见过噶，喺呢一个月山里面破坏咗我哋嘅计划啊嘛，你。好，魔爪。哇，愤怒愤怒牙，愤怒牙，我哋再用呢招啊！ 哇，好痛，黐线，我要死啊！呢只，唉，是但啦，死一死先呢度。祸不单行，佢用，哇，水炮，黐线食药，条友仔够胆死，跟住就 ，Oh my god， 呢只我系，冇记打喎，好似，呢只出火球，火球，我引火。 double tick，double tick， 哇，换重我都换先，你大王烟，哇痛到啊，好猛撞，撞完之后再用呢只，用呢一个格斗，系啦，虽然佢妖精系，但我都照用格斗打爆佢。呢度啊，恶技啦吓，冇得拣。好，呢度火重，哎呀避咗，水炮，OK， 水炮死。 呢度水炮应该都死嘅，喂，小心唔紧要，仲顶到一下，仲顶到一弯，系翻唔过去啊，唔共，唉，输啦呢度要，争少少都输啊。好啦，咁今集就玩咗咁多先啦，下集再打埋把木之后咧，再去紫苑塔继续剧情。好，咁今集时间嚟到先，我哋下次最终王再见，各位再见，中意嘅话记得俾个 like 同埋揿个订阅，拜拜。